刚才我已经把这个 body spa 呢，大概做这个裤子呢，我重复一次哦，就是我先小圈拉大圈，然后它这里的 shape 为我做一点呢，然后它就会已经是五分钟好了过后呢，那你大概就可以给它这个给抹干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半蓝胶过后呢，就会配的就是这个啊白色的凝胶，这个就是英文叫这个dermatic effect。这个呢就会给它收紧它皮肤，然后也会把它生成这个stubborn fat， 就是那种顽固的肥油呢，它都会给它慢慢溶解。所以这个呢，如果你没有做 body spa， 早上一次，晚上一次，它可以给你涂了过后呢，大概12个小时帮你去燃烧你的这个生成的脂肪哦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帮你做好这个这个疗程过后呢，最重要就是最少1个小时内要冲凉啦，或者就是你冲好凉过后，你抹干净，然后你才去，做这个疗程会比较好。大概就是这样子放在手里面，发表出。我又一度。啊，它有小小的汤，而且你的手会比较温一点哈。那大概同样的工作呢，你就是。要你收的位置就给他，可以站直一点吗？然后往内推，然后这些地方往上推，所以他就会做到这个拉皮的动作。你这样子重复做，大概读到他这个。dermatic effect 哦，这个凝胶给它吸起来就可以了。那你大概你会感觉到你整个的皮肤哦，它都是很柔，然后它的味道也是很吸引，可以闻一下。OK， 也是很香的。那我顺便跟大家讲，就是刚才做这个穴位的时候哦，你会看到这个是有很多泡泡的，然后也是这个是比较酸性，还有很潮湿啊，就是这个人的湿气很多的。所以整个出门大概就这样子，每次做完这个穴位排毒，你们也是看一下，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什么体质，然后他要留意他的生活作息了。所以今天的这个肚子的就已经做好，然后你也明显看到这个人的这里这个线条已经明显，这个线条也会比较明显。然后我们等下会做一个拍照，然后一个量，看他大概可以这个腰围瘦多少，好不好？谢谢。